呃，这样啊，今天，呃，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呃，这个忏悔法门，呃，其实这个忏悔法门呢，呃，应该说是是，不管是学任何一个宗派的人，呃，对我们来讲，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呃，为什么这么讲呢？呃呃，我们。 来到这个世界，一直到这个现在啊，嗯，肯定会有身口意三门所造的罪业是相当多的啊啊，比如说身体呢，呃，什么这个杀生啊、屠刀啊、邪淫啊，等等等；然后这个语言呢，说王语啊、气语啊、恶语啊、离间语啊，啊、等等等；然后心里面呢，呃，就经常生贪心、嗔心、痴心，等等，还有我们。 呃，这个呃，受一些戒律，然后后来没有很好的这个受持，然后有些呢啊、呃，就是呃发了菩提心，就是没有按照这个菩萨的仪轨去，然后经常呢舍弃众生；有些呢已经这个入了这个密宗，就是接受一些灌顶，但是密宗的戒律呢就是一窍不通。当然，诸如此类的许许多多的罪业。 在我们积善当中，有些我们可能相的气啊，就是有些人，比如说像是是这个，像一些女众啊，就是有些的话呢，可能堕胎啊，就是做了一些，就是很多就是比较在人生当中影响比较深的一些这个事情呢、啊。然后就是像这个男众的话呢，就是也是，比如说这个像这个杀猪啊、杀牛啊，或者是呃，就是做一些欺骗别人啊等等，就是比较特别明显的这些罪。 那么这些呢，在自己的记忆当中也是自己觉得很愧疚的啊，在人生当中呢，就是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当时呢。 就一方面是不懂因果，另一方面呢可能烦恼深重，再加上呢就是其他的各种压力，就是最后不得不做这样，最后呢就是自己也是心里面非常的这种痛苦就伤心。然后如果我们有没有这个参会精进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这个死不知道。当你死了以后的话呢，那么这些罪恶呢一定会是等着你的。这种因果呢就是绝对不会是呃耗尽，就是不会中间呢就是消失的。所以说。 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呐、啊。 啊，就是在这个为什么是要修这个金刚萨埵法会呢？不管是你什么样的这个身份的人，但一定会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罪业。尤其是我们这里的很多的汉汉地的这个弟子呢，跟这个藏地有点不同的。藏地呢，从小都是有一种因果的教育。就说实在，在这方面的话呢，我都经常这个发愿呢、啊，以后不管是什么样呢，就是不要这个转身到因果不懂的遍地，就是不要遍地。如果我不懂。 英国的边地的话呢，根据我的这个教育和家庭和还有生活环境啊，然后我这个造了许许多多的业，最后自己可能有些是中年的时候呢，才知道哦，我原来。 不不信佛教的时候做了那么多的这个罪业，有些是晚年的时候，就是基本上人已经到七八十岁的时候才苏醒过来，就是这样的话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就是所以说呢，我想呢，我们今身当中呢，想得起的和能想不起的，还有我们想不起的造的业的是更多的。就是可能你在当那个海体时候呢，就是经常这个杀生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有些，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这些人的话呢，经常是一些。 呃，就是跟这个，呃，就是因为这个什么鱼啊、虾啊，就是这些都是可能，就是有些是活活的电的，也是是无数的，就是就特别特别多的。那么这些都是是，呃，确实是我们故意的践踏这个别的众生的生命，就是这种这个杀害一个众生的过报呢，就也非常可怕的。更何况说是我们在这个有生以前就是。 自己造了就是这么多的业，就是，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需要忏悔，就是这个是啊，就是我从这个一个方面讲的，还有一个方面讲呢，我们现在。 呃，这个想不起来的，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前世呢，是也许是什么样的人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众生的话呢，他也可能造了很多的业，但是这种业呢，就是一直没有忏悔，就是在我的阿赖耶上面呢一直保存着，就是这个今世的一些业呢，我想得起来，前世的业、再前世的业、再前世的业，那么这些业呢，我根本想不起来，但是一旦这些因缘全部集聚的时候呢，让我一定会是感受这个痛苦的，所以我们现在。 为什么有些这个病人呐、啊，就再怎么样吃药，再怎么样做佛事，再怎么样做这个功德的话，都是好不了的。就是有一些这个遇难症啊，就是有特别特别多的一些病人。那这是什么呢？完全就可以断定，就是这是前世的业或者是今生的业。有个别人都是经常说啊，我今生当中是做好事，为什么说我现在变成这样？ 如果我人只有意识的话，倒是你可以这样判断：你今生当中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就是不做任何罪业。但是呢，你不一定是你的前世也是很善良的人。你在这个前世，哪怕呃，在这个前面退的是这个世纪是二十、一百世、五百世，那这这些事是不是你能断定都是一个是很善良的、没有造过任何罪业的吗？我们都没办法固定。这样一来呢，我想呢，我们。 啊，在座的人呢，都是的确也是。首先呢，就是自己不要认为是自己是很亲近的，好像自己呢，就是我我遇到的有些人呢，就是为了。 干嘛念金刚萨啊？我还没有遭什么罪呀、啊！我很亲近的，我很善良的，我很不错啊！就是其实这个是一特别荒唐，就是说实在的，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如果你是真正是佛菩萨，就是因食的话，那就是你可能不会造业。就是除了这个以外，一般的凡夫人来到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呢，肯定会我们的身刻意度是会造了，就是很很多很多的这个业啊，就是很多的业。一般来讲，比如说我们呃，像那个学院里面的这。 些出家人的话呢，应该是表面上看来，可能你们在在家人的眼目当中的话，啊，就是这些出家人呢，可能也很亲近的。但作为出家人的话呢，他也是只不过是就是身体上面就已经披上了就是佛的这个袈裟，然后已经就是披上这个光头。但他的内心呢，如果没有就是很好的正法来就是调整的话呢，还是跟凡夫人的心态一模一样的，会有贪心，会有嗔恨心，会有就是犯各种各样的就是包括有些。 出家的这个严格的一些戒律等等，就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定会是需要这个忏悔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无论是出家在家什么样的人的话呢，来至菩提国之间，就是无光正在在大圆满心性修习当中也是讲了，就是没有得菩提国之间，尽进、尽智、寂智啊，这个是不可缺少的。就是说实在，我们千万不能就是说一个特别就是大的一些空话啊，一切玩法都是空心的，一切都是是无有执着的，然后。 参会也是是，这是一种执着相，就是这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呐。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吃饭也是是空心的，不吃饭也是空心的话，那可能忍不住吧。就是你想一想啊，就一天中午不吃饭的话也不行。如果你觉得是空心，就光是口头上说一个空心就不执着都可以的话，那那你中午不要执着，就是你不要吃饭，你看试一试，就是等一会儿这个到了两点钟的时候，你可能忍不住，不是空心了。 所以这个空性本身是空性，是空性。但是我们人没有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光口头上这样说了，还是起不到作用。就是最最一一定会是成熟的，三一一定会是成熟的。所以这是我们首先呢，大家都是非常深刻的认识到啊，就大家一定要自己这个参会。 你看金刚萨埵忏悔是并不是让这个别人来这个呃说你的，你自己就是一定要有一种非常的这个深刻的一种。现在世间人，世间人就经常说是后悔药，就是就所以你真正是要有一种以前所造的这些罪业呢，有一种反省啊，就觉得是我以前太愚痴了，我以前没有这个懂得因果道理之前的话，那真的是太可怕了。 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不在乎，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呢，那么通过念金刚萨埵心咒，就是说四十万遍的话呢，也一定会是能能这个禅净的。就是所以我们首先呢，要就是为什么要这个忏悔，就是这个是一定要动的。你们每一个人呢，就是也希望这个扪心这个自问呐、啊，扪心嗯、呃、自问。如果我们的这个从小到现在，我们不说这个我们前世的前世造了多少业，我们今生当中所造的业呢，全部没有这个来的。 及参会之前，我如果离开人间的话呢，那么我以后有没有解脱的机会？虽然我这次移移植了这个上师啊，德国管理呢，做过民法，还有些人想的很简单的，哎呀，上师啊，你千万不要让我多去啊！就是我现在是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全部是交付你、依赖你、一直你、皈依你，呃，就寄委托你，就是你一定要把我的所有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要靠你。呃，但这个上师也，嗯嗯。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coughs> 其实有问题啊，就是就光是上次说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不一定是就真的成了没问题了，就还是因为英国的有些关系的话，那就是可能是比如说一个特别严重的犯人，就是然后他给有个熟悉的领导，就是说是是爱、哎、领导啊，你一定要我这个虽然做了很多坏事的，你一定要就是千万不要让我关监狱。然后这个领导也是没问题、没问题，结果领导自己也关上监狱，也很难说。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英国是真的是很可怕的，就是是这个在这个战败已经的时候呢，有些这个上势也是在地狱里面，就是弟子也在地狱当中，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在业面前呢，就像我们时间候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在野果面前的话呢，谁都会这个成成熟的。所以，我们最关键的要相信这个因果，相信因果的时候呢，我们要发自内心的一种自我的一种反省，就是啊、哦，我真的是呃，我也。 在经常这样想、啊，哎呀，啊，这个一年当中没有那个念完四十万遍金刚萨埵心咒，如果死了的话，那就是可能很害怕，就是就很多的这个罪障呢，就是对自己的解脱和对自己的很多的这个呃前程呢，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然后每年就是念完金刚萨埵呃心咒这个四十万遍的话呢，啊，就是这个还是就好像就特别就是有一种安全。 干一样的，就其实我们现在藏地就是自从发往如意宝，就是提倡这个呃金刚萨多，就是这个法门啊，就是其实以前的高僧大德，像门丰仁波切啊，就是宗喀巴大斯啊，所有的这些这个。 达的就也是非常的提倡，但是最注重的就是上师如意宝呢，有智慧的这种这个呃双目啊，就是能照见我们众生相续当中的很多的，就是不可估量的这种罪行啊。然后呢，就是特别的开去了这个金刚萨多法门，就是我在那个衣柜当中也已经发往的那个他在那个什么青海，就是那边就是呃开取的这个副藏品，就是这个已经这个翻译了，就是翻译以后的话呢，我希望当时上师如意。 也是应该是在九五年，就是那个时候吧，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开区以后，就是莲花生大师呢，就是他。 他那个专门当时这个复藏的后后文当中呢，所将来就是这个法呢，就是对汉地众生有就是非常殊胜的应缘，就是这是呃两千多年前的一个预言，就是并不是我们这个现在所说的，我是完全就是百分之百相信啊，这种缘起是确实也是是不可思议，就是原来上是开启这个复藏法门的时候呢，当时其实我们学员呢就是也是不是很多的，但法王说未来就是有我们这个汉地呢有成千上万，就是无数的这个啊。 这种佛教徒呢，就是会得到利益的。就是当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呃兰山吧，就是兰山呢，就是立成文字。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空，呃什么？ 空性文字就是这个佛藏方面呢，有很多很多的道理啊。就是我最近呃，在那个什么美国那个呃什么科罗拉多大学，就是专门讲了这个佛藏的一些道理。其实你们很多汉地的弟子呢，对佛藏方面没有真正的研究。他们美国人原来二十年前的时候，当时也遇到很多美国人，就是研究佛藏，就是对他们对佛藏法有特别特别的信心。那么这次去的时候呢，他们非要就是让我讲一下一些这个关于这个佛藏方面呢，就是衣服脏啊，身佛藏、啊。 啊，还有那个，就是包括就是在这个呃山上，就是卖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贅品的一些道理，就是其实贅品就是对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来讲是非常一种新鲜、具有获利的。 就是一种这个特殊价值的一种法门，就是所以说，呃，那么我们呢，啊，就是哪怕是就是稍微就是老年送一点的话，那就是那么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呢，呃，就是这次特别希望就是我们每天用的是蒙赫仁波切的衣服葬，啊，就是这个蒙赫仁波切的衣服葬的那个短短的这个衣柜。然后我们这里会供啊，就是包括上市延吉的时候，上市延吉纪念日的时候用的上市如意宝的这个金刚萨埵新衣柜，还有我们平常呢就是也发往。 如意宝就是他以前造的端端的那个呃衣柜啊，就是这些都是你们都可以用。那么呃，当然这次是开发会期间就是用的。我希望呢，就是包括王总桑德和今天我们在座的人呢，以后啊这个金刚萨埵法门呢，就是作为一个自己终身修持的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续当中肯定有很多很多的罪障，如果 我们相信当中有特别大的一些罪障的话呢，我们修法也是是修不起、修不起来的啊！就方方在那个中央新德明殿当中也讲了，说是我们的心呢，相当于也是一个特别这个纯洁的一个明镜，就是啊明亮的镜子。但是如果这个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尘埃，就是这正着的话呢，那么。 这个镜子当中根本显现不出来任何的镜像。如果我们用忏悔的摆布呢，把这个僧面的所有的尘垢全部扫掉的话呢，全部就是缠紧的话呢，那么就是外面的这种这个印象呢，就是自然而然会呈现出来。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个心里呢，如果有各种各样的障碍的话呢，可能什么法的这个修不起来。 其实修修行当中，这个参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以前华智仁波切和智慧光尊在在他们的这个传承弟子当中的话呢，念那个一百万遍就是这个拜字名啊，你们想一想，念一万一百万遍拜字名的，就是相相当相当多的。就是那天在我面前的是有个别的一些汉族佛友，那就是他们这个法院就是念一百万拜字名。我还是很随喜的，就是不管是什么样，我们还是参会是很重要的。这并不是说别人说什么就可以。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所造的，我们不说身体所造的，语言所造的，包括心里面就是经常就是产生产生恶念呐、啊，产生邪见呐、啊，产生就是嫉妒心呐、啊，因为。 各种各样的烦恼是，他是心里面的这种这个一种业，这种业呢，我们可能造的是相当相当多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次啊，就是开金刚萨埵法会呢，大家有一种，呃，怎么讲呢？就是不要不要把认为这种法会呢，好像是别人的法会，或者是这是一种好奇心的。现在个别的一些寺院和个别的一些佛教徒的意识呢，完全是一种热闹啊，就是在这里放几个鞭炮，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家哗，就然后忽悠就是。 大家怎么说啊？就表示一下，就啊，今天发挥很成功啊！就成功什么呀？放几个鞭炮的，谁都会。就是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实质性的，我是这样，确实发自内心这样想的。我这次也是特别希望那个啊、呃，就是我们就是参加这个发挥的，就是包括在外面供血的这些人呢，你们都有一个改变，就是转变，就是转变什么呢？原来你的相许是不清净的，有燃物性的，但是通过这样的这种发。门。 的这个修行呢，你的这个相许呢，在临死之前，真的是有一种这个呃清净的。这样的话呢，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就都这个人生的的人生是有意义的，遇到这个方面是有意义的。我们这个发是有一种心相上的，或者是表面上的，这样修下去呢，就是其实对谁都是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啊、呃，这个作为主办单位，就是就说这个啊、呃，在佛学院的这个金刚项目中，我们这里也是好多出家人。 的可能你们也知道，就是最近他们也确实很累的，就是可能就是好基业的。是我那天看到，就是有个别的一些法师和有些接待人员的话呢，好基业的是，就是然后那个、呃、没有这个好好的休息，一直想这个对法会服务。虽然我们可能做的不是很就是理想，但是呢，大家都是在这样做。但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想你们很多佛教徒呢，就是从实质性的发自内心的。虽然我们没有你参加以后呢，给你盖什么账。 啊，发什么纪念品啊都没有，就是只不过我们昨天那个金刚萨多仪轨呢，就是如果能够的话，那这算是纪念品吧。就是我们今天还是特别做了的。除此之外，没有没有什么。但是我们最需要的呢，希望你们的这种这个相续呢，就是得以呃清近。因为我们人生是无常的，人生太短暂了，而且呢、呃，啊这个我们的这种生命的话，呢，就是每一分钟都是。 呃，光是我们这个交通事故的是，每一分钟都是有两个人在死亡，就是在整个世界上啊，就是这。 这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得得癌症是多少，得自杀是多少。然而，当然我们人就是平上一半的这种死亡的话，那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相当相当的这个脆弱。当你这个遇到生命危机的那个时候呢，你可能会想起来，哦，我这辈子做了很多很多的不好的这个事情，那现在呢，可能我只有下地狱了，只有这个感受这个痛苦呢，就是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完了，已经就是就没有了。 就是呃到时候，医生也是啊、哦，就检查，就是给家给家人就是下一个病危，就是什么时候不行啦、啊，就是那有些就是就呃就事情就表面上抢救一下，有些医生的话，那就是他就故意就是让你生命再再延续一下，就是然后他就多挣一点钱，就是现在也有也有这个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的，就是这种状态当中，让你就是多多待一段时间的话，那就是在这种可怕的这个社会当中呢，我们可能到最后的时候呢，谁都会感受比较恐惧的这种。 现象就是，就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是如果真的有一些把握的话呢，生命虽然是无常。 啊，就生命虽然是无常，这是谁也免免不了的。但是我们自己，呃，确实在有生之年当中，跟一般的这些浑浑噩噩的人啊、迷茫的人呢，就是不同的。就自己能不能，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就是这一点呢，我希望就是我们，呃，每个人呢，应该就是有所这个，啊，这个准备啊，就是有所准备。我昨前天就是遇到一个我们藏地的一个老乡，他是，呃，一个。 专门就是在一个部门就是树树门的门卫，然后他说他每个月每个月呢有这个四五百块钱的这个呃这种这个工资啊，就是就给他们。但是他每年呢就是让念这个呃一百万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呃名号，然后呢一百万这个金刚萨埵这个心主，那么这个呢就是已经这个接近二十年了，就是一直没有间断，就是他就害怕就是什么时候死亡，就是每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一百万阿弥陀佛名号。 他和一百万这个金刚萨埵心珠呢，就是一直是不间断，就是就呃。然后我说说我这个念金刚萨埵心珠，四十万遍就是干快点。他说四十万遍很简单，就是这也没有什么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呢，道友呢，有时候是可能自己的心力不够，有时候自己散乱，就是心太多了。我们平时我看到很多的汉地这个佛教徒呢，啊，说实在有些地方呢，跟那个藏地佛教徒有点不同的。藏地佛教徒不管在任何地方呢，就是他很多这个包括有一些句词的。 话，疏里拉着年柱和转经轮，那韩帝的我们。 这个不学佛的我们就不说了，但学佛已经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从来都是不来念珠。即使来念珠的话，那就是也从来都是不念。就是所以说呢，我们绝对是希望呢，就是以后呃，这个最好是作为佛教徒。如果你就啊不是什么这个不方便的话，那就如果有些什么大学老师啊，就有些有些个别人的话，那可能在某些环境当中不一定很方便，就是啊。但是如果你没有什么不方便的，随时都是应该啊就拉着念珠，有了拉着念珠。 原来方文如意宝也是讲过，就是你有了念珠的话，说明是你还是在念咒语，就是这是很好的。前辈的这些大德们念咒语方面，就是有很大的成就。我们在这方面呢，大家一定要就是要关心一下，就观察一下。然后我想我在今天呢，啊，就是讲这个刚才说的是一个是参会的这个重要性，然后呢，那么这个参会的方式呢？ 呃，就最好你们有些可能是不懂，就是怎么样这个参会呢？参会的最好的这个本尊呢，就是金刚萨埵啊，就是金刚萨多，我们这个呃发本当中也是有。如果你们有一些密宗的，就前面的一些《登经无二》的一些境界的话，那就是有双音相的这个萨多，这个本尊也可以。但是如果在这方面呢，就是这个好像没有什么这么这个呃这个清近性和或者说是这个密宗的一些圣的这种见解的话呢，那么就是。 只是观想，就是单身的一个金刚萨埵在自己的前面，然后呢，在金刚萨埵面前就是一直这个忏悔，就是就自己心里面观想，或者照片放在放在前面，自己呃就无视以来所造的这这些罪业呢，就是就一直一边念棒子萨埵，一边呢就是忏悔，然后忏悔完了以后呢。 啊，比如说我们马上要回想，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金刚萨多的这种这个身体呢，就是发光，就是然后降下甘露，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的所有的这些无时以来所造的业呢，就是全部都已经得以清净了。我们如果很细致的一些观修方法呢像，像大圆满前行啊，就是好多啊、呃，这个衣柜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些凡夫人，就是尤其是刚刚开始学的一些初学者的话呢，可能这个不。 是特别动，如果你不是就是特别明白的话呢，你只要前面观向一个金刚萨埵，或者你的头顶上就是观向一个金刚萨埵，然后呢就是金刚萨埵为主。其实金刚萨埵呢。 我们分润波前也讲了，金刚萨埵寺也是十任金刚的本尊，喜金刚的本尊，还有这个大黄花王的本尊，所有的这个分路香和寂静香的全部的本尊的重体呢，就是金刚萨埵。然后这个金刚萨埵呢，所有的这个未来、过去、现在的佛，未来、过去、现在的所有的上师本尊，全部都是可以就是观想成就是金刚萨埵一个。那么金刚萨埵，我们呢就是经常说是金刚萨埵是拜补诸尊。什么叫做拜补诸尊呢？我们这些。 观想的对境呢，分的话呢，就是像是论金刚啊，什么这个那个密宗、显宗的特别特别多，姚师傅啊，什么这个不动话，那这些全部结合起来的话呢，我们可以观想一个金刚萨埵的话，它代表十方诸佛菩萨、十方所有的这个空性护法中，那么这样以后呢，就是在这个金刚萨埵面前，大家就是很虔诚的一种信，就是。 这种心态呢，我看到今天就是很多人就是念诵的时候呢，从表情上真的是源于这种忏悔，就是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忏悔。我们并不是在别人面前，就是我在做什么样式啊，不是什么，这次是都是如果自信的这种罪业清净、障碍这个清净的话呢，那么就是呃自己的这种智慧也会增长的，本性也会增长的。包括我们这个修行啊、背诵啊，就是学学一些这个经论啊，这些都是很容易的。因此。 我觉得是这次呢，啊，确实也是我们这个拉荣森迪的这么多的这个慎重意见。有些新闻记者说说啊，这里全是在家人，拉荣乌明佛乡没有一个出家人，他们只有到这个殿堂里面就看一看，就说是说啊，就是这么多出在家人。听说不是有很多出家人吗？没有啊，就是其实他们没有看到的，就是再下一层楼，就是呃，就应该是比较多的。 呃，就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呃这个信众啊，还有这么多的出家人，还有这么多的菩萨，就是一切呢，就是这样的共同的这个实修啊，就非常有功德的。包括我们网络上的呢，就是大家公修的话呢，心就是连在一起，意愿连在一起。那么呃这个呃佛佛陀在《文殊根本序》当中也是说了，就是何人有这个何如何的这种善缘呢？那么发的愿呢，就是必定会是成功的。所以我们共同发愿呢，就是一定会是成功。 就是，这是我们要观想这个金刚萨埵。然后观想金刚萨埵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就是讲的这个四种对你啊首先要你要认识自己罪业就是不对的。然后呢，这些罪业呢就是有一种后悔心啊，就是后悔心。然后以后呢，就是啊，我尽量不造。就是当然有个别的一些这个罪业的话呢，比如说我不说妄语呢，就是可能有些爱说妄语的，完全断掉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我尽量就是以后不做，就是这样这样的这个罪业。 然后呢，啊，就是依靠这个金刚萨多和依靠这个这种这个殊胜的本尊来，就是进行忏悔的话，那么一定会是这个清净的啊！就如果我们观相的能力就是能配套的话呢，当然是最好的。如果实在有些人没有。 观想的这种能力的话，呢，也不用这个痛苦，就是一般是念这个咒语的话呢，也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有些人跟我讲，哎，我现在观想能力太差了，就是什么都观不起来，就是我观不好的东西呢，我观得特别清楚，就是我观这个什么怨恨的敌人的时候呢，我经常观他的这个长相啊，就是观观他的他所做的坏事啊，就是这些都是经常想。但是呢，我观好的东西就是观不起来，尤其是金刚萨都观不观想不出来。其实如果实在观想， 不出来的话，你念咒语呢，就是其实也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和这个力量。不管怎么样，这次呢，就是大家要共同这个好好的这个忏悔。那么他的功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文殊师利菩也是讲过，就是他引用一些校正啊，就是说，是是，如果念一万遍的话，即使破了迷宗根本戒的话，也得以这个牵住。迷宗根本戒是所有的罪业当中是最可怕的一个啊，这个呃，破了以后就是很难以恢复的。但这样的话，原来。 就是法王说，就是根本序当中，就是说是念十万遍，就是让这个清净但是现在就是魔法时代，就是尤其是现在呢，就是呃，就是在念就是四倍，就是它的就是原来是十万遍，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四十万遍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定会是清净的。就是所以呃，门缝人不去，原来在那个衣柜里面就是说是念十万遍，就是让这个清净啊。就是我以前也是遇到过很多我们藏传佛教的大的，就是他们也说是。 这个根据这个续部的话呢，以前我刚开始出家的时候，有一个呃老喇嘛，就是有一个老出家人、老和尚。然后呢，就是说，就是当时有一个事情，就是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的。他说啊、呃，这个相关的续部里面就是说，如果念了十万遍的话，那么一定会是，即使烦恼迷层根本解的话，也得以清净。那么更何况说，就后来我的印象呢，就是很深，就是所以我们实践当中呢，虽然也有造罪业的。 的人比较多，但是呢，念了这个金刚萨埵心咒呢，也确实也有清净的这个机会。但后来呢，法王如意宝就是啊、呃，大概是可能就几年吧，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学员和我们这个传承弟子所有的这些佛教徒的话呢，一定要就是通过这个念修金刚萨埵四十万遍来忏悔自己的相许。而且这个呢，最好是每年就是做一次这样的佛事。从此之后，这个呃主要的这个任务呢，就是。 也交给我们这个拉拉喇荣佛学院的这个汉族弟子啊，所以我们这个汉族这个四宗弟子的话呢，就是金刚萨埵法会的主办单位，我们是最累的，就是所以我们自己就是常州的这个学员的自己的话呢，基本上每年都是完成不了，就是我也是呃这个呃其中之一吧，就是我本来呢就是可以跟呃其他就是喇嘛一样的，就是自己好好的开个法会的可以，但是我们这里呢就开一个法会呢不是什么那个光是这个念一个。 就是要这里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人啊、住处啊、饮食啊等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这里的发生，我也是不断的在批评他们，就是说是这个官家就是处理的，就是安排的不行，然后发誓安排的不行，就是然后他们现在很多人都不接我的电话了，就是就。<laughs> 所以说，我们可能呃开金刚萨埵法会的时候呢，不单就是嗯不能就是忏悔，就是呃这个罪业，还就是可能造了很多的这个业，就经常生嗔恨心啊，这样那样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是你们这么多的人有忏悔的机会呢，人生是很难得的，来到这个世界呢，有这么一个忏悔的法门，就是遇上是确实你们还是很呃很幸运的。就是说实在，就是现在有些人赚了这个几百万，就是觉得自己很成功，自己很幸运，但这。 这种是到底是成了罪业还是善意也不好说的。呃，遇到了这种方面的话呢，真正是我是这样认为的。你们都是应该是这是非常非常这个呃有有这个这种这个呃机缘的，就是所以说呢啊，我希望呢啊就是这次亲自来参加法会的人呢，就是也要啊珍惜这个时间，就是尤其是我前面也讲了，就是今天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呃什么这个好多这个戒日啊，就是包括这个降生成道等，就是很。 多借着机会的，那么就是这个月呢，就是叫这个萨甘月，就是萨甘月当中做任何一个善事呢，它的这个倍数就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在按照这个章章帝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在萨甘月和身边月的时候呢，特别就是要这个所有的事情就是琐事全部都处理，就是一定要就是全力以赴的，尽量的会会这个念念那个念修这个金刚萨多，就是所以说呢啊，我希望呢，我们这次开发会期间，尤其是在开真正的发会的，在四座当中的。 包括你们的这个书记啊，就是这些的，尽量的让关掉。就是你跟相关的人也说一下，我现在就是呃参加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会议，就是这个高峰会议，就是说是，呃就高峰论坛，对对吧？就这样的话，他们觉得说啊，就是那你，呃你说是我就参加一个这个世界高峰这个呃什么这个金刚萨埵研究这个呃论坛。<laughs> 他也不知道什么金刚萨埵，可能金刚转世就是，嗯 <laughs>、呃，这样哇，我就今天是不是时间太晚了？但我很想给你们念个那个开心解脱的传承吧，好吧？嗯，辛苦一点不要紧吧？对吧？嗯，哇，我倒不辛苦。 gung drung ngang dor tar la ra dras ri ji zo ba man chen la man chen dan jor nge ka dog garan dan ni na ton chi yujin nor len on dan ri pa da ri zam ji la ton jin dan jin da ma ma dr do me jzo je ra da jalo kom jo gden la me ter je za dan ju no ji brishin ji lo ma kang dan bo won ji che tam che mer to lo jin er no chin kāṅlāp saṅgyāṅ chīkpī chūṅ chīvāṅgīśyāṅ nāṁ chī ca mī pertāṅ ca saṅgīrāṅ kukur nī sāvā māṅgānta nipatā ca lākha kum chok kānti wā mī thuk chī yā sā mṛtṭaṅ ca wā caṅbhṛva śiṅgīr lōkma ka nīpāvākār nāṁ līm chī nāviyāṅ ca māṅgāṅ kī mṛtṭ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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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ṅ kī Kordaam nyingan debi chusar naraanshaya, ranaarman barang inaayant sarchan chik dogma nir daqchak laak kumchok kandiv lamay thir jezi. Ger degulangdor ghibir shingir loo mukang zimbago, zobar gavir dengar mandandar devar nangay, yulhingero ajansak chibhombaam, tadar dengar ediyo ghaazam koraa, mei igomraa. Dertir meshi chadlan daqchak laak kumchok kandiv lamay thir jezi, ngimchong usambar ghibir shingir loo mukang zibhago, deni thinman

rāṅdāṅāṁ āsukhṭhū chīyīṃ kātyava saṃ cañgīdī kīptadātī tīnda niruṣṋaṁ cañchur niyambuvarī chīrmchukhri kaśi jōvaraśaṁ nāṅka nesā nāṅka kāmaiva lāma yadam khañjū caṇam dāsaṁ jichyodāṁ pāpa gañdāṁ lavadāṅ rūri kiwi kaśiṃ cañvirti ṭāvamdaṁ da saṃ cañlatokhmṛt sādmībhāv tam chididātāṁ dīyātāṁ dāmbaracchirchī dāṅgārdhāṁ dīyātāṁ dāṅgārchirchī dāṅgārmibhī dīyātāṁ bātāṁ dāmbaracchirchī nirāṁ caṉdāṁ nirāṁ caṉdāṁ lodāṁ yam cha nālāsīṁ rādhāṁ nīparacchirchī mūshisīṁ gyābhānaḥ jirṭir tīṣṭhum gyārāṁ chrīcchī yam caṉdāṁ chaktaṁ tīṅdāṁ gyāyatāṁ dādyam khay

嗯，白里淡淡的，花儿朵儿几层花，那朵儿几枝枝，你嘛用当天的龙儿去接走走。就从一个头壳的蛋黄来，一个壳儿的吃的，我们肚子不打不着。都是肠胃的观念，我们每天中午不吃，有的啦，不弄它了。嗯，我们不等那么些，我们把伊搪瓷碗弄干净，伢们弄搪瓷碗弄干净。

ᱛᱟᱢ ᱥᱮᱨᱮᱱᱟᱢ ᱵᱟᱨᱛᱚᱜ ᱵᱟᱨᱟ ᱡᱚᱜᱮᱣᱟᱱᱫᱤ ᱤᱢᱱᱤᱨᱛᱩᱜ ᱫᱩᱨᱡᱤ ᱥᱟᱱᱣᱟᱱ ᱡᱩᱢᱡᱮᱱ ᱡᱚᱣᱟ ᱥᱤᱡᱟᱢ ᱢᱟᱞᱤᱵᱟ ᱫᱤᱭᱟᱹ ᱥᱚᱞᱟᱱ ᱠᱚᱵᱨᱟ ᱪᱚᱱᱫᱟᱱᱮ ᱡᱟᱱᱡᱩᱨᱱᱤᱭᱟᱢ ᱵᱚᱨᱟ ᱛᱟᱢ ᱡᱮᱱᱟᱢ ᱛᱚᱜᱵᱨᱤ ᱡᱚᱣᱟ ᱞᱟᱢᱤᱨᱱᱟᱢ ᱡᱩᱨᱱᱤᱢᱟ ᱦᱚᱨᱚᱱᱚᱱᱟᱢ ᱫᱚᱨᱟᱱ ᱡᱚᱝᱜᱚᱢ ᱡᱟᱱᱟᱞᱤᱭᱚ ᱫᱩᱨᱡᱮᱱᱟᱢ ᱡᱟᱞᱢᱟᱨᱥᱟ ᱥᱚᱭ ᱪᱤᱨᱪᱤ ᱮ ᱫᱟᱨᱛᱚᱱ ᱧᱮᱨᱫᱤᱨ ᱛᱟᱨ ᱪᱟᱱᱤ ᱠᱟᱱᱫᱤ ᱩᱨ соргир ямдан жар клран жар дерт дерт ян гортар диплома ам канротам зимче терти кон ше дэн до зюргай волонэ те диси бачтар ва бом бистэл натам он дже дэн дэн бама кидэрдэм ямзм жокэн дэнни бам дэн дэн джизэрэн кордэн карма мэгэр джи дэр джинирал горап аммасэрд хон цэг дэн сон дэ ландон джэ бикэн дран роттам лаян ов дэн бано очэрдэр мого тежне дэр гордэр ни липтэд ки пешэм дэрлор нанту зур джан кам замчэ певчэ терэмнэ сортэ дэн зимчин

gonga sukha tsirkan chuk boghar jizha dhala wangkur shingir labdhag surajhi vijarvi tsuk dhumbog surabdhapana devjandak shen jilayam thangak elay sukha tamtarayam wangzhalen bhanav lamyaq naqsam jigendog gozarkarman thangasam shonayasam rangyaq naqsam thambayab shingir labdhag larayam lamangkur chikot zhiyar tsambe lamne shninga thigli thamab

Yamade mi tanysala daubariya, Tonnan mindeyarow masina, Njelganaja ramo chupadani Brother Hanuman, Jotantholen g romha Ketestare diala, Ndannaham bohro maha rezio